将会互相检视对方的拆除情况，这是今天的新闻抢先报。好，带您来看到全球最大邮轮海洋交响号，带您关心天气。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北部东半部云量变多了，还伴随断断续续的降雨。详细的温度预测，带您快来关心。世界摩托车超级耐力系列赛在荷兰海牙举行了最终回，英国车手比利波特总积分维持第一，也抱走了总冠军。精彩的比赛，新闻最后带您快来看看。我是刘怡涵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